这厝因为丙林遐都拄啊啊过用了吼，啊这伊宪法规定就是一定要搁补选嘛吼，啊要补选当然温存嘞，这厝就是讲阮党团大家有一个呼吁，就是讲阮国民党到这个时阵啊拢无人出来选过副议长还是议长，吼啊大家尾啊有一个结论就是讲推我出来兼人选，啊我。对这这厝的这个戏，我唔是讲足强求啦吼、啊。当然，若有机会，是当然，咱的迄个服务的层面会扩大，哦，会当来替乡亲处理一寡工课，哦，而这个上主要的目的，就是嘛是为着咱的老百姓，哦，来做这个，那做有点富裕点。当然，咱的迄个资源会搁较侪小块，哦，但系当过来替乡亲。来拍拼吼，不管任期干两个月，吼、哦、对，咱着任期虽然讲两个月，咱嘛是，咱讲起来，咱讲的当一上合葬，敲一天钟啦吼，啊，所以咱嘛是爱认真，吼、哦，为着咱的议会会好改啦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共同来努力拍拼吼。哦好